吗？大人不能带大的。干嘛学我？有这样啊？所以第一局Otoro无缘无故就获胜了。对，安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姨们的游乐场。我是Otoro妈妈，我是Otoro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进阶版的井字游戏。我们来看进阶版的有什么。要切戒指，把它做成这样。哦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完成。有大颗的、中颗的跟小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选一个颜色，我选一个颜色。因为没有贴贴纸。没有贴纸。哎呦呦！哇！我要贴贴纸。我是选最大的。慢一慢，悠悠。这个有大的，还有中的，还有小的。那我们放上去，如果你放小的下去呢，那它就可以用这个中的把小的带走。哦，可以先把这个带走。好，那我们要来试玩看看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先。哎呦！哦，抢得先机哦！我又拿大的，第二次又赢了，哇！第一局我脱龙无缘无故就获胜了，对，安妹，再一次，剪刀石头布。是这样子玩吗？他干嘛学我？这样妈妈就不能获胜。好像我，我，我，哦，哇！那看来妈妈只能防守了啊！哇塞，糟糕，这下子要怎么办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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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哦，趁现在刚开始玩，还不知道游戏规则。不能输再一次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困难糟糕，要怎么走？还有两个。对啊，所以不算啊。没有，不算。那今天的获胜者是阿特。一不小心就会输掉哦，不要以为是大人就一定会。妈妈、爸爸们可以去玩这个。又好像井字游戏加强版。
是。那好了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。